跟我姑娘来买一个榴莲，现在最近比较火的就是榴莲盲盒，是不是？来，选一个啊！老铁们相中哪个了？觉得哪个能好一点？我感觉这个不错，咱们就来这个吧，这也能行。榴莲盲盒，咱也拆一个啊！花了我133，还行哈，不贵。看里边有几方肉，我特意挑的这个形状的，来宝宝们看一下，欣赏一下。我感觉应该长得丑一点的应该更甜，是吧？哎，别问了，应该都熟了。哎呀，这声音太脆弱了。一方肉啊，一方，哎呀，太香了。哎呀，再来一个，算两房呗，是吧？哇塞，太甜了，这个太好吃了。三房，哎，我洗手了啊！哎呦啊，这个真熟透了！哎呦啊，看看。哎呦，真好！四房，两个正房，一个一个小房，偏房。看看，来，开磕，着急了。我插个麦啊，一共是四房肉，来开吃，原谅我啊。老甜了。太贵了，剩下的给我姑娘，给我老公，给我妈留着了。给个双击，老铁们，看看这么肥的榴莲，哎呦，老香了。